我们说一天说困困困，哎呀，结果我看他们建设这个基地，他们也挺苦的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是哦，把这个土地让给这个国防建设，我们也知道，我们也为把这个土地建设给操场给让给国家的国防建设啊、我们要知道，我们也为这个而自豪。